我们这次七月号的封面故事请到了台湾的新锐艺术家江佑仪小江来跟我们一起玩封面，他的 ideas always 都是古灵精怪又带一点幽默感。这次小江他也一人分饰好几个角色，除了艺术家之外还是创意总监、摄影师，也是 model。 那我们也特别请了两位模特儿黄继云、方柔仪来跟小江一起玩。那这一次他选择用麻将来演绎，是因为让他回想到他的童年在台湾长大的时光，也正好反映了我们这次七月的主题 play 的各种定义。